六胜的各位，我是欧璇，对，时隔半年我就开始拍视频了。德国那边的吗？对，我现在在机场了，墨尔本机场。那我今天要去布里斯班，就是因为我很好的朋友明天就毕业典礼，所以我今天就飞过去，就三天两夜这样子，就过去看他毕业典礼，然后回来。Nice。然后现在还有六分钟，所以我先吃个东西，然后等等去上飞机。有点空虚感，但是还好，而且要跟空姐对着坐。我终于出来了，我到布里斯班，好热啊！这个地方，我的天呀、啊！我们刚刚在墨尔本才二十几度，没有到二十度，可能早上嘛。然后现在这边好热呀、啊，好像说中午还要到三十以上，天呀、啊！然后我现在先找 Alan， 再去吃个早饭，好饿。刚刚跟那空少在聊天，然后我这个 I 人还要跟他聊天，他还要跟我介绍说现在有一些新的菜谱在 Jackstar 上面，然后看得我很饿，说我现在很想去吃东西。等一下，周三现在是7:31，其实我今天5:40就起床了，有点时差，没关系的。今天是 Alan 毕业典礼的日子了，然后等 Alan 他们准备好，8:几我就出门。2000 years later。去麦当劳、这个声音是好的希望，这意味着今天有空调。现在 Alan 呢下去找了朋友那边，然后我就等 Alan 女朋友帮他摘的一束花，记不记得昨天我们去买的那个插在一起变成这样，挺漂亮，不错不错，拜拜拜拜，不要想我们。相机在他包里哦，肯定都在我包里。没事，你快点去吧。The candidates whose names appear on this roll.
找人。啊，找到了，头发又乱了，哥。不敢摘帽子，炸拿来炸了。要吃的，两个看起来都很难选。好奇怪的东西，我觉得。我行啊。毕业典礼的完结就代表这个旅程也快到尾声了。这个晚上就去了一家叫 Soul Moon 的韩国餐，个人感觉没有小红书上面写的那么好吃，但是也不错。第二天呢，就一大早去买 Luna 想要的卤味，然后就直接打包回去。因为对于不接电话，所以就买了这么多，直接买回去。不打爆你电话了，没人接电话。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谢谢你们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就点个赞，还有订阅我们，点亮你的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